抠啥呢？你抠？我被蚊子咬了，还没有开始我就被蚊子咬了，然后这个包就会跟随我整期视频。爱出汗，而且还是一个爱出汗的胖子，那么就有更高的机会获得蚊子的青睐。胖子，很多粉丝都在评论里面问我 ，PP， 你能不能推荐一些清淡菜给我们？对不起，作为一个地道的川妹子，我没有考虑到你们对清淡菜也是有需求的，所以今天我认真的反省了一下，我要带你们来吃的这一家东府街十号浙闽菜，它卖的就是非常清淡的浙江菜，还有福建菜，我们去尝一下。这个清淡的浙闽菜它符不符合我的胃口呢？走吧。你今天衣服也很清淡，小清新。还没有吃就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家店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，就是没有菜单，所有的菜都在这个柜子面前点，有的就可以做，没有的你也点不着。比如说我今天就很想吃他们那个五香卷，老板说昨天卖得太好了，没有了，只有下午才有。老板，你们家店开了几年了？七年。七年啊、哦，就一直在这个地方。对，一直在。现在吃的人是浙江人和福建人多吗？都有，四川的也有。四川的也有，所以是有我们的小黄鱼吗？有。有别菜哦。哎，你们是哪里的人呢、啊？他们是福建的。哦。怪不得是卖浙闽菜，所以其实没有菜单点菜是真的很不友好。不友好在哪里呢？就你看着食材点，很容易点多。我们今天又点多了，我感觉。我们先从海蛎煎开始吃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外面的蛋液和面糊就是被炸了，已经酥酥的、脆脆的那种感觉。而海蛎呢，它就是非常软和爆浆的存在。我是没想到它会呈现出那么饱满的状态。感觉就是一个个圆滚滚的海蛎在里面，就是你咬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爆浆的口感。其实原味吃就对于四川人来说有一点淡，但是认真去品味的话，其实你还是会觉得它是很鲜美的那种。我们尝一下它的甜辣酱，这甜辣酱我刚到的时候老板特别跟我讲，这是他们老家带过来的甜辣酱，一去它这个味道就出来了，它酱是甜辣咸，所以感觉又给海蛎煎再次调了一个味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它不是甜辣酱，它是甜咸酱，但还是很好吃的。这个好评度第一的葱油鱿鱼，其实上来的时候让我有一点失望。我失望在哪里呢？就是作为一个做菜的人来说，我是很不能忍受鱿鱼的骨头它不去掉，但它这个骨头真的就让人看起来就有一点不是那么舒服。这个做法简单，我们是全程看着他做的，鱿鱼焯了一下，然后把调味料放好，直接就浇了一瓢热油就结束了。 baby 鱿鱼的口感太好了，你看它的鱿鱼的壁，它非常的厚，厚脆甜鲜。那它整个调味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应该能想象出来，非常清淡的，比如说蒸桂鱼啊、蒸鲈鱼的那个味道，跟这个非常像，咸鲜口的，然后有淡淡的那个葱油香。你吃一下那个炒米粉，这米粉分量不是一般化的大哦，一个人你是根本吃不完，就几个人来吃的话，我建议几个人一起 share 一份。油很少，它吃起来是很干爽的，这个很像是头发丝那么细，口感跟我从前吃的炒米粉完全不一样，它这个完全是干爽干香，调味是真的淡，你甚至能在嚼的那个过程当中吃到米粉的那个米味。真的是熟宴，这是个熟宴的米粉，沙干真的好吃，但是有点容易刺嘴巴。我刚刚说完沙干真的好吃，它那个刺就，这个沙干是浓缩的海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00，到点了，我得回去睡觉了。我觉得这个菜应该是喜欢它的人就会很喜欢，然后如果吃不惯真的吃不惯。你如果嚼这个米粉一整口嚼在嘴巴里面是不太容易能够说话的，所以跟谁吃饭然后不太想让他说话，你就可以给他喂一口。就是有点屎，有点干，有点干不嘴。这个菜名字叫豆腐鱼烧豆腐双嫩，我给他取的。上一次我们吃豆腐鱼还是在讲六海鲜，吃的是炸的豆腐鱼，今天我们吃的是烧的豆腐鱼。我刚才吃了啥？空气。豆腐鱼真的是一个存在感极弱的鱼肉，出入口就像那种很嫩很嫩的果冻一样，
等到你舌头轻轻一碰它，它就不见了，仿若无物，口腔里面没有任何东西。我第一次吃炸豆腐鱼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想到豆腐鱼本人它有那么多的细刺。来吃一下豆腐，我刚刚不是说豆腐鱼烧豆腐双嫩吗？鱼肉比豆腐还嫩。我们再吃一下小黄鱼吧。其实我自己也挺喜欢家里面烧小黄鱼的，因为小黄鱼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鲜美的鱼。啊，好嫩！你看这汤汁，这汤汁用来拌饭是最绝的。哇，酸歪歪，酸歪歪。小黄鱼为什么好吃？因为它小，它小它就细皮嫩肉。哇，酸歪歪，简单吃出了一丝咸甜的味道。这一餐满足啊！我每次都会告诉你们，为什么它烧鱼烧肥肠之前一定要先炸过，就是为了让它外面的表皮紧缩，紧缩了之后它才能够入味。你看它这表皮就完全起皱了，对不对？雪蛤有谁要先帮我吃一口吗？我刚点雪蛤的时候，老板娘说：“你确定你自己能吃这个味道吗？”他好像问了几遍。他问了几遍。哟。嗯。哎，我爸多懒哦！这雪蛤是焯的，就是焯到半生不熟。我刚才那一口吃下去，我竟然吃到了金属的味道。它这个醋和蒜的碟子非常的抢味，就你先下去，你是吃到这个酸酸的蒜味，等到那个味一过。有点腥，有点像铁锈的那个味道就上来了。是不是大吧？吃死量。老板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他的煎锅味道不一样，你就感觉不腥了。来了呀，来了。但是你是这样剥开那个，我们是把这个壳子跟血的给吸了。看到没有？我就说了一半。这个其实很营养的，非常营养，然后也补血。我们那边坐月子，坐月子要吃这个吗？对。我们今天是这家东府街十号浙闽菜，它人均是66。这家餐厅是一个真的非常清淡的餐厅，但是我今天来吃了之后，其实我还是能够体会到鲜美原味的美好。今天的这几道菜里面，我最喜欢的，第一名还是海蛎煎蛋，第二个就是这个鱿鱼，然后第三个就是小黄鱼。虽然老板也跟我讲了这个吃法怎么样了，但是我觉得你吃不惯，你就是吃不惯，你就承认吃不惯好了。然后我由于丢丢失望的是豆腐鱼，在我的口感当中，我还是觉得油炸豆腐鱼是最合理的存在，因为它这种它太软了，就吃起来没有什么口感，而且就是你吃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它那个千千扎扎的那个刺是真的很容易扰乱你的心神，它一直在这个喉咙这边挠痒痒，就很不舒服。然后这个炒米粉呢，建议大家一定热的时候吃，你才能体会得到它那种干香的美好。来吃饭吧，来吃饭之前一人先干10个好吗？不要剩。来，合同拿出来好吧，走告辞。